北京时间18:16，欢迎大家来到993，我是丫丫，是一个户外跳舞主播。看跳舞就来993，全网最专业、颜值最高的跳舞频道。喜欢丫丫的右下角直播通知勾一下，手机用户左上角，谢谢。993的月也点一下。由于我这彩排在这儿待了时间有点长，我这人，我这背景人呢？来一个。来两个了，这刚刚全在这，这会儿咋都不见了呢？这也，我先活动一下啊，然后给大家跳舞，投票已经开启了，大家可以投票，谢谢。我天天都来跳的，天天都是那些哦。大家就不要介意喽啊，我先活动一下，我在这会儿有点坐的，我有点冷了。See you.
头的命运，青春天花何之间，何我依家身上是痕痕，广州，我在广州，今天有在花都区的花都湖开直播，因为要找那个找桃花嘛，结果凋谢了，我就来到了这里。大家没有给丫点关注，点一下关注，我现在是7500多关注，可以没有点的点一下，电脑用户右下角，手机户左上角，谢谢啊，993关注点一下。按理来说，这人说这广场人很多的，这怎么人呢？咋没一个来的呢？回家吃饭了，估计一会儿可能下一个15分钟就来了。好累啊！我看一下投票啊，没有猜错啊，肯定是第一个的第一个。哎呀，奇怪嘞，你们不是闲着方便吗？今天居然选了第三个，今天居然选择了第三个。我也是给自己我也来个自我介绍一下啊，我是丫丫户外跳舞主播，身高172，体重102，人家是174，体重104，我可能是瘦在哪里，可能是胸上吧，也矮也瘦差不多。对，我穿的是舞蹈鞋，三围是32 32 32，哎，直着下来的。我里面还有穿打底裤啊，有穿肉色打底裤，还在短的那个洗了，没有干，然后穿了个肉色的啊，看不出来是不是啊？不知道以为我光屁股开直播呢，真的有啊，真的有穿打底裤。倾国倾城是你们投票的啊，我给你们跳一个倾国倾城。今天我开完直播以后，我就要去赶路了，赶到四川。明天后天我会在后从明天开始会在四川那边开直播，有没有四川的兄弟们啊，点点关注，没准我会在你家楼下开直播。一首倾国倾城送给你们，希望大家喜欢。
是轻手牵我双手，任发丝缠绕山楼。我了，不行了，累死我了，累死我了！感谢刷礼物的，谢谢。没有点关注的可以点一下关注。十五分钟以后，你们先看一会儿嫂子。十五分钟以后，十五分钟以后我就回来了。其实我也喜欢吃饺子，我也喜欢吃饺子。原来喜欢吃包子，后来我觉得吃越吃越小，所以我现在决定吃大馅的饺子还行。我在花都区啊，广州花都区，花都区花都湖。点关注，点一下关注啊！还有四十多秒我就下去了啊！点点关注，现在是7700，可不可以给我点到8000呢？还有200多个，点点关注，亲爱的们，没有时间跳舞了，15分钟以后回来再给大家跳。点点关注啊，谢谢！到你们的时间了，来点关注吧。点过关注的给大家扣个7啊！没有点的现在可以点，来得及。上人了，上人，上人了。快一点啊，没有点关注的快点关注啊，7780了，80多了，还剩100多个，找到准备接好我的麦哦。